思阳啊，你们可以行动了。，有人。老板，你要干什么？前面全是解放军。闪开！掩护。辛苦了，老孙。哎呀，这些炸药弄得我彻夜睡不着觉。老崔啊，我真的好好谢谢你。你谢我干什么呀？我为这些炸药也天天担心呢。要谢啊，得谢思阳同志，是他情报送的及时啊。是啊，是啊。不过思阳我就不谢了。怎么的，老崔？任务已经完成了，人是不是该还回来了？你说什么？哎，你别动，崔队长，孙局长，有个情况我要汇报你。啊，什么情况？说吧。天津的危险解决了，可还有两个地方，周末做过布置，这是周末的报务员交代的。哪两个地方？唐山和山海关。时间马上就要到了，列车很快就要通过，现在我们到唐山还来得及。思阳啊。你把情况详细的说一下。那个报务员说，周末对天津这边信心十足，让那两个地方待命。他的原话是：“天津是重点，要做到万无一失。那两个地方也不能掉以轻心。”周末和那边的特务怎么联系？那边的特务有电台？没有。这就好。周末已经狗急跳墙了，我估计他会直接赶过去。他会这么做的，他是拼命三郎，不计后果的。市局、情况岛局、唐山局。能通上电话，我们现在只能和北京方面通电话。哎呀，这附近有没有铁路调度站呢？有，咱们能和唐山的古野机务站，还有山海关的机务站都能联系上，而且铁路上还有我们的公安人员在执勤。我那边也有人，特别是唐山。第一，要加强警戒；第二，要在公路设卡，截住周末的汽车。给我接唐山机务段。报告，报告，前面有路卡。后面的枪和子弹都拿过来，咱们冲过去。老板，你要干什么？有什么不成的？不成功便承认。老板，老板，我以为咱们这头万无一失，唐山和山海关那头我就没有通知。你说什么？我你说什么？老板，
你枪毙我吧！我那头真的没有通知。你。他跑不了，是特务他就得导弹，导弹他就得露尾巴，早晚我怕他从洞子里给揪出来。当然，如果早点把四阳同志还回来，我动作或许会快点。老孙啊，四阳北京有任务，等任务完成了，完璧归赵。那好啊，那这个周末我就给他留着。你什么时候把四阳还回来，我什么时间动手，怎么样，四阳同志？哎呀，我倒是希望这样。孙局长、崔队长，我们这次行动啊，周末特务组织受到沉重打击，他会钻到地下。我估计在短时间内啊，不会轻易出来了，但是他会更恨我了。过去呢，他是为他党国恨我，这回他把他老婆打死了。他会把这个仇记到我身上，所以只有我能把他吸引出来。思阳，你的意思想留下？反正我已经出来了嘛，现在回去和过几天回去差不多。我想请几天假，处理处理天津的事情，顺便按照孙局长的要求和周末斗几个回合。陈思阳，这不是我对你的要求，是你欠我的账。你别忘了，你去北京前给我写的那个方案我还留着呢。那我更应该留下来了。老崔，批我几天假吧。这事儿啊，我得和孙局长商量商量。长得怪好看的。难怪我们家四阳看上你了。哎呀，孙军同志，我跟陈四阳同志是工作关系，我们配合是为了完成任务。哎呀，我懂。哎呀，还这么年轻，没成家的吧？你听我说，那这个没成家的女人呢，她就不知道这成家女人的心思。这成了家呀，男人就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你这一股肠子就全扑他身上了，他就是你的命，你惦记的是他，你恨的是他，你就说这四阳吧，他没有个省心的时候。那是因为你爱他。我爱？你这是啥词儿啊？洋学生的词儿。我不知道什么是爱，我只知道他是我爷们儿，我得管他呀。哟。对了，不该叫你杨学生，你是闵同志，是干部。孙女同志，我听队长讲你已经开始为我们工作了，那就是我们自己的同志了，不用那么客气。你这么说呀，我心里热乎乎的。哎，我这话还没说完呢，我是要说呀，我是成了家的人，你看你跟四阳在一起，你们那样，我就心里他能不生气吗？
我知道你们是假的，那是演戏，是工作需要。可是我就没忍住，那我就在那大院里发火了。我现在想起来，我不对，闵同志，你看我这也是不问青红皂白的，没鼻子没眼的，你别生我气啊。没有，那你当时是咋想的？心里一定不好受吧？有那么一点儿。哎，好了，三妮儿，咱不说这事儿了，行吗？这我知道，你们这工作也挺不好干的，你说是吧？来来来来来，吃橘子啊！老三啊，我这两天先不离开天津的事儿，你得给我保密。老板，你还有任务？是。我和北京已经通了电话，上级已经批准我先不离开天津，等把事办完了再离开。你们北京的事儿那都是大事儿啊，你有什么需要我配合你说话就完了吗？我的任务就是你的兵陈思阳。哎，这你说错了啊，他现在不是我的兵，是你的兵。他现在任务就是你的任务，你现在唱主角，我们配合好就行了。对了，老孙，有几件事啊，我真还得让你帮忙。说。头一件事呢，就是想给陈思阳搬个家，他现在那个住所呀是太危险了，那简直就是特务的靶子。思阳在北京还好说。可一回来，就会被特务发现的。我早想到了，房子我都给他准备好了，给他们小两口准备了个小院儿，还行吧？嗯，太好了。但是我跟你说，要等你把他放回来以后才能进去住。哎，我说老孙，能不能这样，先让他用？你什么意思？啊，是这样，我呢给他放了两天假，那个房子算临时的，先安排他住进去，可以吧？那还不是现成的。第二件事儿，这是主要的，也是我不打算马上回北京的原因，就是他的孩子的事儿。这可是大事儿。是啊，我们尽快把宝宝找到，要从特务的手里把他救出来。你放心，这事儿我一定配合好。嗯。哎，这个局什么时候过来的？一直在这儿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看不见呢。臭橘篓子！哎，我说你怎么会这样呢？你每次都这样。臭橘篓子，咱们重来，咱们臭橘篓子，咱们重来，咱们再来。什么意思啊？臭棋篓子，没意思，和你下棋。怎么样，有眉目了吗？没有。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，我活着，而且他现在不在周末手。你这么肯定？是周末的一个手下说的，这家伙受了伤，一直昏迷，今天才正式交代问题。他说周末找你去见面时带着宝宝，他给宝宝吃了睡觉药，放在了车里，派了两个小特务看守着。就在等你见面的这段时间，那两个小特务跟宝宝一起失踪了。真的？周末为此大发脾气，扬言要枪毙那两个小特务，他还命令我手下不准把这事儿说出去。哦，廖科长，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当然是好事了，虽然现在还不知道那两个人的动机，可总比宝宝落在周末手里好吧。是啊，周末他老婆死了，他和他老婆感情非常深。我现在不敢想象，宝宝要是在他手里，他会怎样对待他。是，啊，哎，那两个人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啊？一个叫郭子仪，绰号黄瓜条；一个叫侯思文，绰号叫猴子。猴子我听说过，郭子仪一点不熟。那个受伤特务叫什么？范志刚。我能提醒一下他吗？这我得请示一下。陈思阳的老房子不要撤，房子保留，
东西也不能撤。为什么？保留下来，我想用一下。老崔啊，你搞什么鬼啊？另外呢，你再给我派两个人，最好是把廖科长给我派过来。好你个崔阎王，你也太霸道了啊！下棋耍赖就算了，你这样做太不合适了吧？天津是我的码头啊，啊！你在我这地盘上排兵布阵，你把我这底子是往哪儿摆啊？老孙，我当然是在你的领导之下了，对吧？我要完成这任务，要是没有孙大局长的亲自指挥，我肯定完不成。你就少来你，哼！说定了，没问题啊。说实话，三妮儿，我还挺佩服你的。佩服我啥呀？我也没啥文化，还当过特务家属，这不刚开始跟咱们工作吗？你勇敢，不怕死，你为了陈思阳，什么都能豁出去。我是他媳妇儿啊。你要是，哎，不说了。可是等你成了家呀，为了你男人，你也什么都不会怕的。你看，你这次把这么重大的情报带到铁路上来，你可真是立了大功啊！你可别这么说。哎，三妮儿，你很早就知道陈思阳是干什么的，对吧？在那边我不管他的事儿，可是我也不傻呀。我早就知道思阳是共产党的人，他是为曹先生工作的。一开始我还不知道，后来曹先生牺牲，思阳哭了一大场，我这才明白过来的。曹先生还给了思阳两本书，我看见过。哎，还闹了个悬呢，周末两口子一推门就进家门，他们俩就看见了，我这心里都提到嗓子眼了。还是思阳心眼多，打了个马虎眼就给遮过去了。哎，闵同志，你这怎么了？没事儿，我出去一下。知道了。思阳。嗯。哎呦，思阳，刚到上呢，刚烧开，没出一下烫了。哎呀，思阳，你说。不习惯。哎，我告诉你啊，我严肃地告诉你，那个地方不能去了。孙局长廖总专门告诉我的，那个地方啊得留着，是他们跟特务们对话的地方。不管有工作没工作，我们俩都不能过去。听明白了吗？我知道，那是鬼门关。对，过去是咱们的鬼门关，现在是特务们的鬼门关了。总之，一句话，那个地方是孙局长他们一个底儿，你不准去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你还不耐烦了？哎，没有。哎，你说这个老崔，他是对你好呢，还是不好呢？平时他板着脸的时候吧，我还挺怵他的。反正你说他也挺好心肠哈、啊，临走了让孙局长给你安排这房子，陪你放几天假，让咱们过几天夫妻生活。说真的，我挺美的。是吧？哎，别别。你胳膊不疼了、啊？哎，你小心点儿。好多了，其实也没那么邪乎，我有点装，我就想让留下来陪我几天。你娘们就鬼心眼多，鬼心眼多就行。你也不看看我是谁老婆？我可没这么瞧你啊。差不多。思阳，来，廖科长找我，找我来谈工作了，你进去歇会儿啊。哎，思阳，
来了。廖科长，情况怎么样？我儿子有消息了吗？还没有。你说这两个小特务把我儿子从周末那弄走了，是个什么意思？真不好说。他们想拿宝宝要挟我，还是有什么别的？不行，这个事情我必须搞清楚，要不然我着急，你知道吗？哎，嫂子，你俩说什么呢？没什么，谈点工作的事。对，不对吧？你们俩怎么说宝宝宝宝的？我儿子出什么事儿了？胡说，哪宝宝在老家好好的，听什么想哪儿去了？你是，咱们研究一下。没事就好。哎，三姐，你干什么去？我去邮局，我打个电话，我想宝宝。哎，别，你去什么邮局啊？你干嘛呀？我去打个电话。你这出这么多事儿，我去跟你娘汇报一下，不行啊！不行不行，不能去！你干什么呀，思阳？我打个电话怎么了？不是，你不能去。我为什么我不能去呀？你听我说，听我说，一个呢，你那个伤没完全好吧？最重要的是，组织上安排我们住在这里，为了我们的安全。你现在出去不安全，我怎么不安全了？你们俩护照，我就要去，我就打这个电话。电话干什么？不能去，有我在，你去不了，不能出门。要打，过几天打，我陪你打。现在不能打。嫂子，你就听思阳的吧，先别去了。好，你们俩就合起伙来糊弄我，你以为我没看出来？嫂子，没糊弄你。陈思阳，你给我说清楚，宝宝到底怎么了？嗯，我耳朵尖着呢，我都听着了，宝宝是不是出事了？还有娘是不是也出事了？你跟我说清楚，除非你打死我，你不打死我，还有一口气，我爬出去，我打这个电话。三姐，这件事我想过几天跟你说的。宝宝在周末手里，他现在怎么样了？嫂子，你先别着急，听我慢慢说。周末派老鬼去了济南，他们抢走了宝宝。本来宝宝在周末手里，他们想用宝宝要挟思阳。思阳，没事。我是个王八蛋，我这就给他算账去，算账去。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要杀害思阳！干什么？嫂子。冷静点，现在宝宝不在周末手里。蔡大，我们估计有人救了他，是吗？是，你相信我，我们一定跟那人联系上。我把宝宝活蹦乱跳交给你，相信我好吗？不去好吗？三姐听话。嫂子，你就听思阳的吧，思阳比你更活。周末派老鬼去抢宝宝，他在那边开了枪，把你娘把思阳的娘给打死了。见过几面，也没伺候您多少天，可我是您的儿媳妇，是您成全了我和思阳的婚事，您开通，您大气，我跟您住在一起的那些日子过得真痛快，我敬重您，我感谢您。娘，儿媳妇三妮给您唠
人家磕头了。丈夫后边过不了一天安生的日子，姐希望你在那边过上安安生生的日子。认识我吧？认识，四爷，我在周老板那儿见过你。谢谢四爷。我找你啊，不为别的事情，我想救我儿子，你能帮我这个忙吗？我不会强迫你，你愿意说就说。郭子仪和侯思文啊，这两人我都不熟，你认为啊，他们两个从周末那把我儿子带走，会是个什么想法呢？我换个角度吧，如果是你，你是他们俩，你把我儿子从周末那带走，你下一步要做什么？我没有带走你儿子。我是打个比方，只是打个比方。如果是你啊，离开了周末，你会跟我联系吗？会。好，那你跟我联系，想要什么？要钱？我要是他们，我把您公子从周老板那儿带走。我肯定要弄清楚，把公子还给您的话，在共产党那儿能不能算立功，能不能有条活路？那他们俩呢？照你对他们的了解，他们俩会这样想吗？会。要说出来，他肯定会悄悄跟出来了。你帮我搭上传声筒吧。行。你想怎么办？我想回家，不如我过去那个房子，我要在那住几个晚上。四阳，这可不行。局长说了，那个房子保持现状，除非是任务上的需要，否则谁也不能进去。那是我的家，那你也得服从命令。你向孙局长报告。我要在那住几个晚上，而且只能我一个人，你们都不能过去，请他批准。思阳，我是觉得这样你很危险。我是谁呀？放心吧，我睡觉都睁着眼睛的，不会有什么危险。再说周末啊，虽然想杀我报仇，可他多疑，就算他知道我住在那里，他也不敢轻易掏我。他怕万一再是个圈套呢？还有，他现在是惊弓之鸟，手下没几个人了。你说的也是。那我就给你请示一下。好，辛苦了。我们可以答应他，让他一个人回陈家胡同，但是局里不要派人跟着他。哎，我说老崔啊，你搞什么名堂？你让陈思阳一个人回陈家胡同，
你这不是让他去送死吗？老孙呐、啊，陈思阳的办事方法我知道。他向你提出要求的时候，一切已经想好了，应该不会有危险。那我也得派人保护他。不行，照我的经验，如果派人去，第一，破坏了他的安排；第二，很有可能给他带来危险。另外，这件事情只限于你、我还有孙局长的范围，不能再扩大。放心吧，廖科长，你先去吧，我和孙局长有点事儿要谈。啊，好。上次咱俩通话的时候，你跟我说，公安局内部有问题，是怎么回事？我们呢，正在整肃，你可能不太清楚。我的手下呢，有两部分人，一部分呢就是咱们的公安战士，还有一部分就是留用的旧警察。改造需要国商。一家村子都有无存的问题，当然了，他们这人当中绝大多数都还是好的。哎呀，老孙，我说的不是这个事儿，直说吧，咱们内部有没有周末收买的内奸？有这个可能。我们这里也出现了几次泄密事件，后来发现，公安局对面小铺的老板被特务收买了。这个人我们已经抓了，但是问题依然存在。这都是家丑啊，我也只能跟你说到这种程度。老孙，周末喜欢培养亲信，会不惜血本。既然说到这个程度，那我就再给你多说点。我这里另外有方案，用不了多久，一切都会水落石出的。我老孙不是吃素的，您放心。Thank you.
外面说话。子燕，嘘，别影响了邻居。子燕，你到这儿还想着邻居来？就一人来的，那个郭子玉呢？他在外边给我望着房呢，让他进来吧。哎，是子燕。黄子，你干啥了你？你也别动，动不了你一块儿打死。你这个不要脸的！黄平，行啊，还来这一套是吗？是周末让你这么干的？不，是我自己要这么干。我儿子在你们俩手里，对吧？没错，我俩要用他换一条活路。是四爷，换一条活路。哎呀，你不就想跟我谈判吗？你把枪放下，把枪放下。你还不放下？你手都在哆嗦。黄瓜条，虽然我和你不熟悉，我你应该有所耳闻吧？用枪指着我没用。不就想谈判吗？你只要放了我儿子，你有什么条件尽管说。四爷，够爽快。您的身手我们是知道的，要想捏死我，比捏死一只蚂蚁还容易。您要是真有诚意的话，先把枪给我拿来，我可以保证你儿子的生命安全。上当的时候了，我管你要钱，你能给我多少钱？可只要我打死你，周老板能赏我多少钱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早就想明白了，要是把孩子还你，我俩未必能活命。可只要我打死你，这命不但是保住了，而且我还能发一笔大财呢。啊，黄瓜条，你说啥了你？你少跑。行，黄瓜条，你够聪明。你先利用猴子来探路，让我松了个劲儿。你要是赶到那个窗口往里开枪的话，你死定了呀！你少跟我废话，陈四爷，我告诉你，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。真不知道来啥你来了，没想到黄瓜条中途改了主意，他才没心巧的。也许他不是中途改了主意，他早就有这个打算了。可他没告诉我，四爷，我真不知道来啥你来。我知道你不是来杀我的，我儿子在哪？在那边，我带你去。别动，四爷，我没想跑。你别害怕，把孩子抱好，我和这位先生说几句话。四爷，侯思文啊，要说呀，我该感谢你的。我知道你现在想什么。别跑了，你跑了我也会把你抓回来。况且你根本不用跑啊，你和那个郭子义想法不一样，你们俩都想立功是吧？你呢是想在共产党这边立功，换一条光明的路，他是想周末这儿立功，捞一把带血的钱，是这样吗？子燕，是这样的，我跟黄瓜条一直商量着在找你，还想着商量着把孩子找到之后还给你，能不能赶在那边说说情？我没想到，
换瓜摊上，他想杀你。哎，我没有料到啊！即使他想突然杀我，他也杀不了我，我完全可以活捉他。知道我为什么没有活捉他吗？这里有你的原因，你开始的态度也迷惑了我。我没有。那你别紧张，是因为你的诚恳让我放松了警觉，我没有怪你的意思。哎，四爷，那个大强认识呀，枪法才嫩准呢。黄瓜摊这孩子，他也不像样。四爷是啥样的人，连老板都对付不了的人，他这不是找死吗？顽固不化的特务分子就是这个下场。嗯，接下来你怎么打算呀？还想跑？你要是跑了，将来被抓回来，那你就是死心塌地的特务分子。如果你现在自首，我可以给你证明，你救了我儿子，主动联系了我，把我孩子送过来。